这个纸，哇，里面一个纸，不管它，玩一下而已，看它会不会吃琵琶。OK， 看它会不会吃琵琶，这个鱼啊，这个淡水鱼。这个不行，也不行，这个，这里应该没问题，对，这里好，这里换一下，这个不用，走了，不管它了，好不好？这样演下去就明天过来取就知道它取不取了。看一下啊，看行不行啊？定了，明天过来看吧。把这个什么拿起来看一下，这个昨天放了两个琵琶在这里，看一下啊！哇！琵琶，吃不起琵琶的啊？起琵琶的哦，你看没有？你看那个琵琶，我下去改个肉米来试一下啊！啊，这个东西，哇，还起琵琶的过瘾，起琵琶的过瘾。